小心超人和花心超人展开了对决，小心激光出击，花心呲哩的打，还没打呢。还没打吗？坏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对决准备开始，大战一触即发，大家快下广告。 高手就是高手，不会轻易出招，但是绝招一出，地动山摇，大家接着下广告吧。终于爆发了！爆发了！小心激光出击，花心呲哩的打！还没打呢。啊，还没打？刚才谁叫爆发的？我终于忍无可忍，要爆发了！ 两位大侠，到底什么时候打？我们超人不会对自己人出招的。够了，我有个题，你们自己不用出招，谁可以在3天之内培养出一个徒弟，就算谁赢。怎么样啊？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决定各挑一名学生进行名师高徒的对决。 小小怪，向超人学习，我们就能打败他们了。要报名的人马上来这里报名。我们一定要冲到第一位，为了凸显两位超人的本事，将会挑一个最笨的人学分身术。你都不认识我，为什么指着我？我才不是最笨的呢！ 为了打败超人，就忍忍吧。主角当然要挑战极限，所以我决定教最丑的。最丑的，哼！戴上这个面具，谁会比我丑？喂，我这么丑，就教我吧。我们太丑了。
看来我是争不过他们了。我俩面具好丑，没见过这么丑的人。我们错了，不该跟你争。就是你了，大胆怪叔叔，星星球最丑的人，由我教你耍帅。 啊，不会吧！我怎么会是星星球最丑的呀？将军，为了打败超人，你就忍忍吧。啊哈哈！三天后，谁的学生厉害，谁就获胜。嘿嘿嘿。窗外阴天了，音乐低声了。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这套耍帅绝技是用于容貌极度丑陋的人。一般这种人有三个特点。喂，我不是最丑的。第一个特点是，当他听完这句话后会说：“喂，我不是最丑的。”不会吧？第二个特点就是，当他听到第一个特点后会说：“不会吧？”哼。 第三个特点就是，当他听完前两个特点后，会撇头保持沉默。最后倒地。化形超人这是干嘛？这就是学成耍帅绝技第一步。要连美容院是最厉害的医院，一定能把你整得很帅。得。 这个是分身术心法。分身术在危急时刻使用，瞬间集中全部念力，分身。你不晕吗？很晕的。自己练习。 学成以后，小小怪会翻身，我就会变帅。好，先拍个广告，再接几个代言。那我以后就不用吃方便面了。不是，是赚点油费，油价太高了，灰猩猩球部队的飞船都停飞了。欢迎收看《临时高徒》。 邀请大大怪选手，他的师傅是花心超人，必杀技是耍帅。怎么会这样？ 好丑，别过来！怎么会这样？哇，真的很丑啊！我记得小心超人说过，分身术在危急时刻能发挥作用。哈哈哈，我成功了！既然已经这么丑了，我就用丑来征服星星球。好！呀！ 因为修炼超人的技能走火入魔，大大怪、小小怪在星星球引起了全民恐慌。司令，油费已经赚到，现在星星球一片恐慌，可以派部队去消灭星星球了。太好了，火星星球飞船出发！ 光明万来时。
容貌修复手术，大大怪现在已经恢复正常。大大怪先生，拍个广告吧，做我们美男杂志的代言人吧。走几个秀吧，一个一个来。我先走，小小怪，小小怪，帮忙分身呐、啊。家具没有刺激，我做不到哦。那怎么办？啊，我有办法了，一定够刺激。Here, here, subscribe my channel. 就和大人分享，满载欢乐回航，闯一闯，让我们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，云啊，轻轻飘过来梦。